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请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谢谢大家。这次来到纽约五大道洛克菲勒中心，观看最高最大的圣诞树和萨克斯节日橱窗与灯光秀。在我剪接这影片的当时，突然发现到一张很熟悉的面孔，哇，原来是香港天后杨千嬅和她先生丁子高，他们都来到洛克菲勒现场。杨千嬅世界巡回演唱会将于感恩节在康州精神大赌场举行，与歌迷一同分享她的音乐经典。 And welcome to Dior's Carousel of Dreams at Saks Fifth Avenue.哇，是杨千嬅，好美呀、啊、
哇，是丁子高。大道的灯光秀对面是洛克菲勒中心的圣诞树，它总是那么的巨大雄伟，配上50000盏闪烁的 LED 彩灯和超过300万颗施华洛世奇水晶镶嵌而成的70个角的树顶星星。圣诞树下还会有一个令人惊艳的溜冰场，在那里滑冰并不便宜，但却是一种独特的体验。仪式前一天和后一天，溜冰场会因舞台的搭建和拆除而关闭。在冬季，你每天都可以去洛克菲勒中心圣诞树下滑冰和看灯光秀，感受一下节日的气氛。纽约五大道萨克斯节日橱窗与灯光秀是一个深受喜爱的节日传统项目之一，每年萨克斯百货公司都会推出独特且令人兴奋的不同主题的节日灯光秀，灯光将与音乐完美起舞，创造一个真正令人惊叹的声光体验。每年都会投射在位于第五大道上第49街和第50街之间的萨克斯店外墙上，看到壮观的灯光秀肯定会让你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氛围。你还可以沿着装饰精美的商店橱窗走一走，欣赏一下，感受一下这浓浓的节日气氛。
这一次能和天后擦身而过，真的很惊喜又开心，希望下次能再次相见。好，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欢迎大家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的频道，谢谢大家，我们下一集再见。